尊敬的陈校长，啊，诸位大德同修，啊，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天啊，刚好是英国汉学院开学典礼。啊，我们。 刚刚结束啊，那这个开学典礼啊啊，在古代学校里面呢，相当重视啊，因为啊，开学典礼的仪式啊，可以让学生。 收摄啊，他的身心呢？啊，可以引发他的志向啊，可以让他专心学习啊。我们传统的礼教啊，它也是有高度的智慧的。 我们说，好的开始、啊、是成功的一半啊！他一开始的心态正确了啊，虽不重啊，不远矣啊！啊，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啊，他这一生面对那么多境界考验、诱惑啊。 能够不被影响，跟他读的那几个月的私塾啊，有关系啊。尤其老人家常常谈到的拜师礼啊，老人家说影响他一生，可能短短十几分钟的礼仪。 但是那个尊师重道的根基呀，就扎下去了。所以，我们对于老祖先这些教育的措施，能深入了解，哎，就知道他们教育的智慧所在。 而这个啊，也跟我们有没有实际经历过、啊、有关啊。陈德在零六年初啊，也是我们啊春节啊除夕夜啊，陈德啊参与了这一生呢、啊、第一次的祭祖。 我们当时候啊，同人还不满一百人，啊，在庐江中心啊，一起祭祖先。当时候啊，气气氛也是很庄严肃穆，好几个男众啊，都流泪了。那是在那种氛围啊，感觉到祖先的。 慈悲啊，爱护啊，不舍我们这些子孙，好，好，所以这样的礼仪啊，在洗刷人的心灵啊，污垢啊，呃，不愿意再对不起祖先了啊，真的可以达到《孝经》说的。 无念而祖啊，欲修觉德啊，很希望能效法祖先的圣德啊。所以《论语》提到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啊”，人心就透过祭祖啊，厚道了，饮水思源了。 而《礼记学记》当中强调的教学方法，啊，静于未发之谓预预防法；当其可之未时，这是及时法。哎，开学就是一个实际点啊！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实际点。 啊，包含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都有很多实际点的。啊，承德啊，昨天跟大家分享到、啊，我们从事教师的工作，有一个责任，就是、啊、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 啊，不能让学生再走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啊，所以反观自己的人生路，啊，比方，啊，承德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新鲜人呢，啊，也是几分紧张，几分期待呀，啊，来到了大学校园。 啊！结果遇到学长，啊，告诉陈德，大学是 university，啊，有你玩四年了。啊，我也是比较容易相信别人，那时候还没有判断力啊，就真的给他玩了好几年了。现在想想、啊，那是人生夺黄金的几年呐、啊。 真的是锥心之痛啊！假如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老和尚的经教，多好啊！啊，所以诸位同道，你们手上有五千年的宝，总在遇缘不同啊！啊，所以还是怪承德修福报修的不够啊！当时候假如遇到你们是学长就好了。 我就不会荒废那么多年了。那个不只是荒废而而已啊，那还会染污啊！啊、哦，就像一滴墨汁啊，滴入清水啊，滴进去不到一秒钟，要把这个墨汁再请出来啊，要花几十倍的时间啊。哦，所以我们冷静观察，学好。 中年不足啊，比方说我们学一个孝道，学了一年，可能心还没有完全发出来啊，还会见父母过啊，那学好中年不一定足，哎，学坏一日有余啊，啊、哦，可能这吃喝玩乐就一个因缘呢、啊，就陷进去了。 哎呦，赌博有时候一次就陷进去了，吸毒那就更危险了。哦，所以儒家有十六字心法啊，人心为为啊，用一个危险的为啊，因为这个心不守好，它就跑掉了，它就有可能。 一丝足成千古恨了、啊，一辈子的努力化为乌有啊！啊，甚至于会让父母、家族蒙羞了、啊，甚至于会让传统文化、佛门蒙羞啊！ 所以这个护持自己的念头啊，太重要，太重要了。人心唯唯，道心唯唯啊。哎，道心很细微啊。我们不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去关照、去洗涤啊，可能就自己骗自己了。 好，所以儒家特别强调慎独的功夫啊！啊，内不欺己，啊，外不欺人，上不欺天，都在一切境界当中，用这样的心态呀，来护好自己的这一念心呢、啊。 啊，圣皇之分，在乎一念了、啊。啊，所以唯精唯一，允直绝中啊。哎，修道的过程，就是要走中道，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啊，不能太严，也不能太松。啊，不能情。 敢用事啊！啊，哎，有时候爱孩子太严格了，啊，然后一听到说“哎，不能太严格”，一下又偏到太放纵了，所以这个不断的在过与不及当中呢，啊，能够不产生执着。 能够自利利他，就慢慢就入了中道了。好，而且为精为一啊，要专精啊，不能学杂教之道贵专呐、啊。其实随着我们的学习，觉得祖先的每一句话。 真的很有力量啊！真的不能含糊，不能侥幸对待他们的话啊！一产生，不一定要这样吧，可能就偏到不妥当的路线去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啊，吃亏。” 在眼前呢，哦，而尤其呀、啊，传统文化是师道，整个传统文化的精髓啊，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握？ 都要靠我们尊师重道的态度啊！所以老法师在传统文化如何学习里面提到了要有三种心来学学文化跟学知识技能不一样。 这个差异，我们得要分辨得出来哦。哎，知识技能，哎，它可以怀疑，哎，你假设，你怀疑，可是学文化，尤其学圣教要传承，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哎，一起疑心呢、啊，哎，老师的话。 就打折扣了啊！所以印光祖师提醒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啊，老人家慈悲啊，怕我们忽略这句话了，再加三句了：百分沉静，千分沉静，万分沉静。 哦，还给我们举了六祖大师的例子，而六祖大师对老师的信任，从哪里观察出来啊？你看，他到了五祖的道场，五祖问他：“你来干什么？”六祖说：“我来求祝福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公案，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为什么学佛啊？我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啊！大家在宝岛啊，啊，一定啊有机会要去我们施工的、所建立的台中联社参观呢、啊。 会终身难忘啊！啊，印主写给他的书信啊，都保留的非常完整、啊、哦，而也有他老人家生前讲话的录像啊。啊记得承德出去参观了、啊，当时候老人家已经九十七岁了。 也是语如终生呐、啊，对着大众讲啊，你学佛啊，就得做佛啊，那句话还犹在耳边呢、啊，很震撼。既然学了。 就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而其实啊，也不难，只要信心不动，就不会有烦恼了。所有的烦恼，都因为信心有动摇。 啊，所以老法师有一段法语很精辟呀、啊。贪心的核心是情执，这些法语不容易听到啊。啊，为什么说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因为他能开出。 最核心的教诲，最精华的教导，我们不用摸索，我们不用走弯路啊！老人家直截了当，贪嗔痴是三毒啊。那三毒的核心在哪？贪的核心，情志。 但是我们也不能误解哦，对家里人好，呃，这个就有情执了。这不是这样的哦，不能误解掉哦。啊、哦，我们昨天谈到了，一执着啊，佛法就变毒药了。哦，那文殊菩萨拿起来的，啊、哦，这个药能救人。 也能杀人哦，所以整个佛陀教化四十九年，般若就讲了二十二年，几乎快占了一半了。而般若就是不断教导我们如何用真心呢？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这个就是真心的作用了。可是他要因无所住，他就要不产生执着，不产生分别。只要有分别执着一产生呢，我们就是妄心做主了。啊，甚至于讲的更有感觉一点呢。 我们就是轮回心做主了啊！其实我们法会用错是心态的问题。哎，那我们的心态有没有错？该怎么来关照呢？哦，那儒家的基础啊。 就非常重要了啊！在《中庸》有一句话讲啊。中道中术为道不远啊哎，中术跟道不远哦，中术跟真心相应哦，而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字啊。 的重要性哦，啊，因为孔子问学生“吾道义贯之”啊，那曾子回答“为”，啊，那后来其他的同学问他什么意思啊，啊，那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孔子所讲一切经教，都诠释这两个字哦。其实都在诠释真心呐、啊。但是透过这两个字呢，我们更容易去感受。忠严于律己，啊，恕宽以待人。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听一个道理啊。 假如我们先去要求别人了，那就跟中书不相应了，而且别人不会服气的，因为我们还没做到。而且真正做到的人，他就不会苛责别人了，因为他知道调伏一个习气不简单。哦，所以红衣大师很慈悲哦。 他晚年还特别给我们编了书，啊，有一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格言别录》。哎，明明有格言联璧了，祖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要知道啊，祖师是大修行人。 尤其他的晚年，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他还会特别做的事，都是考虑的很深很远，甚至考虑到我们呐，啊，承德自己的思维，格言联璧都是教人情事理。 人情世理，在我们五千年的炎黄子孙是怎么锻炼的？在家族里面锻炼的。他一出生，他就要懂得侍奉父母，懂得为整个家族着想。现在这个机制没有了、啊，万法因缘生了、啊 我们得客观看待我们现在的姻缘呢、啊。小孩子不止没有大家族的锻炼，而且从小，假如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懂得教育的话，那所有的人围着他转了，他就变小皇帝了，小公主了。 那他真的走向社会去了、啊，可能他当秘书就当成董事长了，他的董事长就要变成秘书了。哎呀，我请你办那个事办好了没有啊？我们还听过啊，父母啊，在孩子找到工作了，然后跑去给。 他的主管说、啊：“哎呀，主管呐、啊，我孩子比较不懂事啊，你要多多包涵呐、啊。”哦，你说这个主管是要笑还是要哭啊？<laughs> 哦，人人家聘他来找他来工作，就是要让他承担责任的。他到公司团体来，还要人家包容他、忍受他。 你说他是来办事的，还是来添乱的呢？啊，所以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好笑啊，可是啊，这个是现实状况啊。谁有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 他步入社会以前，影响他最重要的父母、老师，都有责任哦。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把责任全部都归给父母或者归给老师了？我们自己也要守住忠恕之道啊，严以律己啊。 呃，老法师在他讲学当中，这个术道表现的淋漓尽致啊！啊，比方说，啊，我们今天觉得，哎，这些做人做事，我父母没有教我啊，哎，找父母去，哎，去找父母，父母说，你爷爷奶奶也没教我。 找爷爷奶奶去，哎，去找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有教我啊。”好，找曾祖父去。啊，结果大家跪在坟前呢，那怎么办？从谁开始明理就？ 从谁开始做起呀、啊？为什么每个人的缘分不同啊？谁先遇到了，谁的缘分好啊，就有责任了、啊。哦，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自己要做对。 因为我们没有做对，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了。哎，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处事心态哦。这就是中恕哦。大学告诉我们：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有诸己，忠；求诸人，术。 而且他他那种求助人不苛刻哦，他是护念别人，把这个好的习惯养成，因为他他建立起来了有诸己的，啊、哦、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他没有这些缺点了，他再去护念别人，也把这个缺点改掉。 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有编《格言别录》，体会到啊，我们往后的人没有家族的锻炼，人情世故啊不懂所以李炳南老师有说，不懂人情，不懂世故，是书呆子，是佛呆子。 会伤天害理哦，会坏事哦。比方说，哎，跟领导出去了啊，比方说，跟领导出去吃饭，得帮助领导照顾客人啊。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了啊，一盘菜上来。 啊，这年轻人还把他转到自己面前来，你说这个领导部脸都黑掉了 <laughs>，那他能成事吗？所以李炳南老师慈悲啊，他老人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太大了。啊，政府没有认知到治理作业重要，他老人家编了一本。 常理举要啊，没有礼教啊，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了啊！一个人一个想法，那一个家庭、啊、要团结就难了，更何况是一个团体，甚至于一个社会呢？哦，所以历朝历代。 啊，改朝换代第一件事情，啊，治理作业啊，立太子本身也是一个礼教啊，安定人心呐，哦，都要举举行很隆重的啊登基仪式啊，这都是礼教的部分、啊 弘一大师还编了一一本《配玉篇》，从两个大儒的读书心得里面挑精华出来，都跟我们处世待人、做学问的重要心态有关。第一句话，这一位大儒说到了。 为二十年至一怒字，二十年调伏一个发怒啊，尚未消磨的劲还没有把自己的称恚心完全磨掉，所以以世之克己为难啊，我们都知道要克己复礼啊。 可是这个功夫真下过的人呢、啊，觉得不简单哦。好，那我们感受一下这一位大儒，他调伏一个怒心，调了二十年还没调彻底。你看他会要求别人，你脾气太大了，他会这样对别人说话吗？我想应该不会。 啊，所以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真的把称谓调伏完了，他再去护念别人，他不会苛刻。所以这个中恕啊，是重要的心法，是能护念我们的道心的、啊，不偏掉。 而随着我们深入经教，啊，我们有中恕了，那这个经教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会让人家如沐春风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守住中恕了，那就会变成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哎，他怎么这个没做到？他怎么那个没做到？ 那这样可能我们就脑海众生了，因为人家心里就不服气了。而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很有可能是你们家第一个接触圣教的，甚至于，是你的亲戚朋友当中第一个接触的。 或者比较早接触的，我们的法有没有表好啊？就影响整个家人，还有有缘人、亲戚朋友的法缘哦。所以，为什么老法师一直提醒我们要表法，要为人演说？ 因为这个关系挺大的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提到不能产生执着点哦，不能违背中枢的心态哦，这样我们可能就先去要求别人，这个慢心就起来了。 啊，要求贪求的心就起来了。尤其呀、啊，我们要表好传统文化的法，我们观察。 印光祖师、李炳南老师、啊师父上人，他们在教导里面重复最多的有哪一些重点？哦，其中有一点呢、啊，敦伦敬奋。 啊，印主的教诲里面呢，提最多的十六个字：敦伦敬奋，贤邪纯诚，幸愿念佛，求生净土。其实这每一句都很重要、哦。啊，李炳南老师他的墨宝里有两行。 两行教枣啊，好像还不少，把它印出来了。老人家提到白衣学佛不离世法，我们在世间呢，不能离开世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啊。 这六祖大师交代了，必须敦伦敬分。啊，这个敦伦敬分五伦哦，所以我们一个在家弟子，哦，佛弟子，上要孝公婆。 然后夫妻，哎，领妻成道啊，祝福成德，有这份道义哦。啊、哦，所谓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呢。这个都是伦常啊。哦，还有。 兄弟之间和睦啊，不然我们孝也做不全了。啊，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啊，林则徐先生十无一啊，都谈根本呢。父母不孝，奉神无义，奉佛奉佛啊，也不可能有大成就了。 因为没有照着佛菩萨、圣贤人的教导去做了，好，所以李炳南老师提醒我们：不能玩弄佛法，不能消遣佛法。哎，我也没有去沉迷在网路啊，我也不喝酒，我也不赌博啊，哎，也不能把好像学佛。 显得我比较高雅，这还不够啊！学佛得像李老说的，你学佛得真做佛，这样我们就没有糟蹋师父上人啊，糟蹋这么多祖师给我们的教导了。其实最重要的，不糟蹋。 自己的法身慧命啊！啊，陈德自己记得，出学佛前几年有一次自己念阿弥陀佛，念啊念啊，啊念的就哭起来了。啊，有一个感受啊，就涌上来了。哎呀，我怎么把我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啊，怎么让自己在轮回当中这样沉沦呢？所以真的，这个佛号的加持力大，念着念着，惭愧心出来了，啊，深深唤醒自己呀、啊，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这是静修解药的经句啊。这也是下老万年对我们的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以后的人生活不容易呀、啊，家庭的责任、工作的负担。 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啊，所以能够读经、听经的时间有限了老人家真是好人做到底呀、啊，送佛送到西呀、啊，把五经一论的精华编成三十二拜，我们念熟了，十几分钟，这个功课就做完。 熟了还能背起来，坐在地铁，啊，坐在公车上，都可以做功课啊，都不妨碍哦。所以，多少祖师大德，就为了自己的成就啊，真是呕心沥血。 在他们晚年做做了这么多，对我们修行能不能成就的关键工作啊，就像李老的诗写到了“未改心肠热，啊、全年暗路人”。 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呢？李老是这样的心在护念着我们啊！这些弟子啊，每一个祖师都是一样的，甚至于每一个祖师啊，都是开悟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哦，我们有很多宝哦，我们肯用啊，我们这一生决定能成就的，因为这些祖师开悟了，啊，就如同《无量寿经》说的，如来定会救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果。 开悟入法身呢、啊，他没有时空的障碍了，所以这些祖师啊，他都能洞察到我们现在修学的关键是我们肯不肯听他话啊？哦、所以印主强调敦伦敬奉，李炳老沉传印主教诲，告诉我们白衣学佛不离事法。 必须敦伦敬分啊！家庭有三个伦哦：父子、夫妇、兄弟。哎、欸，踏出家庭有同学、有朋友啊，伦常啊，有同事哦啊，以前各行各业叫师兄弟呀、啊。 也都是从家庭的伦理很自然延伸到社会，所以社家庭安定了，社会就安定了，家族就把每个人教好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了没有家族了，小家庭了，所以老人家慈悲啊，又开出了良方。 哎，企业团体来落实家文化，以前是靠血缘来维系，啊，宗族的力量。现在呢，靠仁义、道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企业团体，啊，传承中华文化，这是真正爱护员工啊。 不然社会是个大大染缸呢。啊，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啊，我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气。他说：“难道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我纳的税吗？假如我的员工从农村到了城市来，最后他染上了赌博，啊，他染上了。” 坏习惯，甚至搞得离婚了，孩子没父母了，你说我有贡献吗？啊，所以，我们看以前呢，我们看古装戏呀，好，啊，这个做事业的人啊，有的员工啊，这个掌柜的啊，在他们家干了三十年了。 啊，四十年了，都这个都是当领导的，把员工啊当做自己的人看待啊，啊，甚至于啊，假如是家里的丫鬟，啊、后来到了该结婚了，帮他找个好对象，嫁出去、啊。 待璧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所以，我们啊，对于啊这个家里伦常的重要啊，就不能忽视了、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了。 林则徐先生提出来了，他兄弟都不和，哎、欸，跟人家关系挺好的，人缘挺好的，假的，不是真的，因为，他是为了他的名利，跟人家搞好关系的，他不是出于意义的。那出于意义的话，那兄弟姐妹是陪伴自己。 的人生可以算是最久的、啊，父母大我们一辈啊，连兄弟的情谊都提不起来，说朋友的情谊能提起来，不大可能。啊，所以法昭禅师说：“同气连枝，各自荣啊。” 我们都是父母的心上肉、啊，就像一棵树同气连枝一样、啊。歇歇言语莫伤情啊，一回相见一回老、啊，能得几时为弟兄啊？我们现在念这一首诗，感觉不一样了。那一开始学的时候，十八年前读，感觉不深刻、啊。 都是满头黑发，现在跟自己的姐姐一见面，白头发不少了，自己也有了。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 财务卿怨何生？言语忍，愤自明。啊！眼前生子又兄弟啊，留与儿孙做样看啊。啊！承德成长过程，听到我母亲，啊，苏家母亲说了。 啊，你们蔡家的男人呢？啊，是不会骂女人的。哎，这个是我妈妈说的，不是我爸爸跟我叔叔自己说的哈。所以，肯定的话不能自己讲，那是错误的哈、哦。还、哎、要别人讲、啊、才对啊，自己讲出来气氛往往怪怪的，<laughs> 怪在哪？有时候一时还说不起来。 哎呀，像我这样的也找不到几个了啊！啊、哦，我们闽南话说“无鬼敲诈无为”了哈！啊，这个跟《太上感应篇》不符合哦。哦，《太上感应篇》说“不炫己长”哈。哎，这个也是判断力哦。我以前刚出社会也不懂啊，也被骗过啊！啊，遇到一些。 比如我年长的啊，这些哎，当经理的、啊、当老板的了，一开口，哎，哪个立法委员跟我很熟啊？啊、哦，什么什么，我、哦、都讲的，我佩服的他佩服的要死。<laughs> 哦，其实啊，真正有涵养的人，他不会哦要拉这个立法委员啊，拉这个县市长，拉这些关系来。 彰显自己，哦，所以不炫己长，啊，不脏人短，这个才是涵养啊，哦，那当然，大家不要一听我，不脏人短，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嘴巴捂起来了，啊，哎，领导来。 跟你了解情况，哎呦，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laughs> 哦，你看，像我们在照顾每一个同人啊，同学，我们不了解情况，怎么互念呢、啊？啊，所以不见世间过，是我们心上没有放人家的过失。 你放了，你有机会啊，可能嗔恨心就起来，就要批评，就要骂人，这是造口业的。啊，我们存是一颗利益他人的心，啊，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比方说承德出家了。 承德，假如对哪一个人有恶意，我的业就很重了。为什么？出家是贺诞如来家业啊，要代表佛陀，代表三宝，照顾众生呢？我起个念头，对谁有恶意了？ 我这个业就在地狱了。我跟出家人这个身份不相应了。那出了家还堕地狱，那我不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佛菩萨了。所以也要常常。 问自己呀，哎，你这个心念有没有贪嗔痴在里面呢、啊？还是真正是为对方好？啊，所以修行呢、啊，必须很真实面对自己啊，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提出问题来，也不是发牢骚，啊，都是对事不对人，希望能改善问题呀。我们要知道啊，问题不改善，会怎么发展？它不会停在原地呀、啊，跟治病一样啊。 越早治越好治，所以团体里面呢，最怕什么？粉饰太平。我们在这个时间因缘做这个事，挺不容易的，哪有说没有问题的？领导者难为啊！啊，老人家都给我们打。 预防针呢、啊？啊，我们这一辈的难度啊，弘法的难度比他老人家难十倍、百倍不止。那那么难做不做啊？啊，诸位同道，那不做要做什么？不做能做什么？嗯，我可以做其他的啊。 那做其他的，那我们明明看到很重要的事不做了呢，那就没有见义勇为喽。见义勇为要迎难而上哦。我们此生能得人生，是因为我们有持五戒哦，不然。 不可能得人生哦。五戒就是五常哦，仁义礼智信。我们此生跟这个五戒五常相应，才能留得住人生哦。跟五常不相应，下辈子人生保不住哦。啊，这个是。 十法界一正装也是有标准的哦，不是我们很想升天，我们很想再做人，我们就做得了、哦。江一子老老师啊，画了地狱变相图，有一幕啊，我陈德印象深刻啊，啊，其中有一幕写着四个字：人皮缺货啊。 要从这个六道轮回转出去当人呢、啊，现在人皮缺货啊，不容易当啊。佛在佛经里面几个较量啊，人生有多难得啊？第一个，抓起一把土撒在大地上，哎，我手上爪上的土多还是大地的土多、啊？ 得人生如爪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得人生不容易有哦。说到这里、啊，就想到印光祖师说、啊，往生极乐世界、啊、比得人生还容易有。哦，那这个要再聊往生哦。 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聊啊，哎，但是我们随时不能随自己想做不想做，那当仁不让于师啊，我们要跟老法师同台演出啊，不能让他老人家在第一线孤军奋战啊，我们弟子。 情何以堪呢？啊，当我们听到老法师说：“我牺牲生命都要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陈德听了很震撼的。陈德觉得老法师真正我们老祖宗的好儿女啊。 啊、哦，他对得起祖先呢、啊。我想，我们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对于父母的期望，对于师长老人家的期望，我们应该要尽力啊去做完、啊。所以，离黄念老有一句话。 对我们修学很重要啊，无情不能修道啊，没有情义呀、啊，不能修道所以大家不要一想到“情”这个字啊，就就想情执，情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情迷啊，提升上来，世间的豪杰是情意。对家庭负责任，对对国家民族尽心竭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这是情义哦，在提升是情觉，所以对民族国家很有情义。可是他假如放不下，他六道就出不去了。所以张张太炎大师啊，他在民国时期啊，有一段时间到阴间呢、啊。 东岳大帝请他去做秘书长啊，他在那里看到很多历史当中，真的是留名青史的文人啊。但现在还没出轮回，所以情觉很重要。可是我们脱离轮回的基础要有情义啊，表现在敦伦敬奋上啊，所以情值。 不是说你爱护父母家人叫情子，你有控制，你有占有，你有要求，那个才是情子啊！好、哦，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说要放下控制的念头，要放下占有的念头？ 你比方说，我们当弟子的，跟着老法师学，不能用情执哦，师傅，师傅要留在我们这里，是情执的、啊、师傅到哪里去？现在对一切众生最有利，让师傅在哪？然后师傅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全心全意去做，表好法。这个就不是用情执。 在对待自己的师父上人而往往依教奉行的团队，会感得善知识在那里注视。其实老法师特别重情义的人，我们在他身边感触最深的、啊。看老师的孩子，他都竭尽全力走。 方教授的孩子，啊，在美国，老人家多次邀请，请他到香港来住。啊，周邦道校长，孩子，啊，我们周顾院长，当时候来到兰比的老和尚，真是嘘寒问暖了，啊，交代多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啊，衣服啊。 都是亲自交代。我们看朋友之间，啊，瓦西德总统跟老人家交情很深呢。啊,啊，瓦西德总统去世了，啊，老人家为了去纪念他，飞到印尼，飞到他住的他的故乡啊，那舟车劳顿多少个小时、啊？ 所以，哪一个地方的弟子依教奉行，老人家不会离开那个地方的。为什么老人家几十年弘法没有定在一个地方？因缘是个因素。啊，我们弟子不能够跟老人家同心，那当然这个缘。 就会起变化了，护法神也会安排了，哦，所以我们得是真正是老人家的知己呀、啊，得要有孝心分担他的负担啊。当孝于佛啊，常念是恩呢、啊。 所以，我们普贤十愿里面有，请佛注世啊。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老师啊。老人家在七十出头讲《太上感应篇》的时候就说了：“我随时可以走啊，凭什么？事出世间，法都放下。” 没有任何东西会拉我们呐，又一心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哪有不接的？老人家七十岁生死自在了，为什么现在九十五岁身体都比较衰老，他还要住世呢？这个我们弟子要体会到。 就是太多对于中华文化，甚至对于世界的重大因缘，得他老人家注视了，才能稳定的发展，才能推到一个立得住的里程碑啊！他老人家虽然身体已经比较衰老了，他还陪着我。 所以我们要当老人家的知己呀、啊，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用心听、啊，用神听、啊，心神领会啊。所以老人家是出是法，都给我们表演的很圆满。 世间这个五伦尽心尽力、啊，怎么我们当他的弟子，敦伦敬分不是很重视？哦，一听经了，不给公公婆婆煮饭了，不给孩子煮饭了。这个表表法表不了了。我们曾经都听过、啊，有一个幼儿园园,园长。 啊、这个是一个广东地区的教育局局长，当场讲给陈德听的。哎，我们那里有一个幼儿园园长学佛了，他幼儿园呢不怎么管呢、啊，常常跑到我们当地一千多年的古寺啊，说到那个地方做才有功德啊。哦，我心里想说。啊。 这个教育局长听到这个事情啊，可能都不是第一手讯息了。这个过程听到的人，没学的跟学的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我们真的是任重道远啊。 所以李炳李炳南老师强调，必须敦伦敬奋，黄令老要强调，无情不能修道啊。而老法师怕我们漏掉这四句了，又加了话下去了：敦伦敬奋是大道。 贤学纯臣是大德啊！一个人的德行在哪里看出来？他的起心动念处啊，他一心为公，没有私心，这个很重要哦。公心团体才有凝聚力。 没有公心，大家心里就不服了。再来，领导者没有公心，他看事情也看不清楚了。好，所以《大学》告诉我们：“好恶知其恶，恶恶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啊。”呀，哎，喜欢他，能看到他的问题；讨厌他。 还能看到他的优点，很少人做得到哦。而且人都有过去生的缘分啊，假如过去生缘不错，哎，一接触挺投缘的，但是这个时候警觉性要高哦，你真正为对方好。 也要很冷静、客观看到他的问题，才能够忽略得到他。所以我们冷静去看历史当中，一个领导者，哎，用了一个，哎，对自己很好，但是对别人不好。啊，哎，对自己都是赞叹恭维，但对底下的人都是。 虐下取功，哦，没有平等对待。那你疼爱这一个干部啊，可是就因为你疼爱的这个人，领导者的威信呢、啊，快速下降。所以，真正被领导者爱护的人呢、啊，你可不能变成。 狐假虎,、啊、虎威啊，那就对不起领导者对你的爱护跟栽培了。领导对你越爱护，你越要为大众着想啊！啊，替领导者爱护整个团体啊，这个才是知恩报恩的、啊。可是，假如我们在轮回当中的习气没有调伏， 恃宠而骄啊，这个就造很大的业了，在福报当中堕落了。哦，所以受宠若惊啊。这《太上感应篇》这些道理很重要。 所以老人家提了，啊，贤邪纯诚是大德。我们的念头，公深明，大公无私的看什么事情清楚，诚深明，真诚，啊，没有什么好装的，坦诚布公，本来。 现在要弘扬文化，挑战就很大。无欲则刚，反而我们坦诚布公啊，大家一起面对问题。啊，诚声明啊，从容生明。我们每天当领导也不能太忙，事情一多啊，很难心。 波动，啊，不散乱，啊，所以真正领导者不能很多事物哦。领导者是抓方向的，抓决策的，然后互念每一个主管，再由主管去互念底下的人，这是组织的轮场，组织的运作。 那陈德啊，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啊，最主要是以前自己啊不懂，做错很多事啊，自己就有责任呢、啊，供养给大家。好，尤其学的群书之要，感触更深了、啊。而且群书之要也不是自己的智慧懂得去学的，是老人家。 特别重视哦，后来真的感受啊，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在大家族里面，对于五伦的道理，不能说没接触，但是深度广度啊，还是有不足的。我们没有那种背景去锻炼。 啊，包含我们整个升学过程，还是以考试为主啊？不是以教五伦八德深入为主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客观认识我们自己跟整个社会环境、啊。所以，《礼记·学记》说：“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陈德是学的群书治要，而且学的还很浅啊。只是老人家的智慧啊。我们在群书治要挑三百六十句啊，从中去学习，就感觉我、哦、当领导，假如不是。 古圣先贤那么多教导啊，我们要考虑到这么全面呢、啊，也不大可能。哦，当君要学哟、哦，当臣要学哟、哦，当领导下属都要学哟、哦。再延伸开来，当爸爸妈妈要不要学呀、啊？ 当老师要不要学呀、啊？孔子教学的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了吗？孔子的表法，我们看懂了吗？假如我们没有掌握、没有看懂，我们在教学现况，我们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走上教育界、啊，是过去生的善根，甚至是过去发过的愿。人的一生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人生愁业、啊、都是招赶来的所以只有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业力做主，要不就是愿力做主。啊，业力做主了，就跟了凡先生一样，考第几名都是算准的。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想要多领一斗米也不可能。但是，假如我们有发愿呢、啊？ 就像老法师从小就不会自己想了啊！他本来寿命四十五岁啊。哎，今年九十五了，延寿五十年了，还慈悲在护佑着我们弟子们。哦，所以刚刚这一句“公生明，臣生明”。 从容生明，也是弘一大师《格言别录》里面的一句教诲。虽然《格言别录》很短呢、啊，真的在我们家庭团体里、啊、那每一句几乎常常都用到。他老人家也是好人，做到底了。 所以敦伦敬份是大道，贤邪纯诚是大德，信愿念佛是大行。愿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啊！这个幸愿念佛是心是佛啊，是心做佛啊，直截了当。 啊，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而且这个念佛跟我们教书关系可大了啊。平常行住坐卧，常常提起来啊，心就不散乱，妄念少，清净心生智慧啊。在教学生的时候，常常都会有灵感，自己的。 清净心啊，跟佛菩萨的加持去感应了，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了。那这样教书是一种享受啊，啊、哦，所以行这个信愿念佛是大行啊，求生净土啊。 是大国了，啊，老人家加这几句话了，我们就不会忽略，从印主一直承传下来，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重要、敦伦敬奋的教诲了，我们就不会忽略掉了。好，好。 那刚刚呢、啊，跟大家有提到六祖大师他到五祖去的态度是来求做佛的，我们也要效法。我们有这种气概啊，我们才能把这个气概传给孩子、学生呢、啊。 夏联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语，在他老人家修学过程亲笔写下来的《字景录》里面啊，这个在最后啊最后一页提到了啊，有举世不知。 我独知之,之事件啊，别人都没考虑到，没想到，我想到了，才有举世不为，我独为之志气啊，没人干，我干，只剩一个人，我也干，就像老法师。 说的啊，《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师传给我的，我不弘扬，对不起老师啊！全世界都没人弘扬了，我一定弘扬。哎，我们听老和尚这句话的。 他的心法入了我们的心没有啊？老人家真的是大智慧者啊，洞察问题的根源。老人家一句话，全世界的问题讲清楚了。现在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 东方忽略了儒释道的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啊，根源找到了，因为所有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要靠教育啊，教学为先呢、啊。所以东方的儒释道。 大部分的后代没学了，西方的宗教教育也被否定了，学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人心越来越偏颇，当然问题都出来了。可是我们看到问题了，进一步要带头去解决了。哦，所以老法师办英国汉学院，就是希望。 把汉字文言文介绍给全世界，啊，让全世界的文明啊都可以借由这个载体传下去，不然都断了。那四大古文明就是没这个载体断了。所以陈德觉得老法师得到全世界圣贤祖先的加持。 他一心为全世界后代在着想啊，所以我们能跟到这样的大智慧者，能跟着他做有意义的事情呢，啊,啊，真的是后起啦。不然我们来世间干什么？享受，享受之后就福报就花掉了。 三善道消福报啊，很快八九十年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冷静想想，消福报很难不造业，一造业一定在三恶道，不在其他的地方了。所以，又能跟着大大智慧的人做最。 重要的事情，陈德真的是觉得太 lucky 了，太幸运了。所以，老人家办汉学院，啊，包含老人家当初在建极乐寺。 啊，我们的干部们很发心呢、啊。老人家就问了、啊：“台湾的寺院呢、啊，多你一家不多啊，少你一家不少啊。要建就要建不一样的寺院、啊、那我们。” 极乐寺的干部，一教奉行啊，整个极乐寺的建设都是用教学来规划的，都是教室啊，开班呢、啊。好、哦，所以我跟我们这些新生同学们说啊，全世界的汉学系、中文系，多我们一家。 不多啊，少我们一家不少啊，而且我们用的是十方大众的供养啊，我们在办跟一般大学一样的，意义何在呢？大学生读大学干什么？拿文凭，占比较主要吧。 那无可厚非啊。没有人教导他伦理道德因果的话，那每个人的思维首先是利益的问题啊，我以后的出路啊，但是，假如是真正我们体会到大众为什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要。 传道授业解惑啊！我们的学习是要开出能解决这个世间从个人身心、家庭、社会到世界的种种问题的法药。我们学习要能够开出这样的法药出来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 不然写论文就为了拿个学位，这个对得起十方供养啊？写一写哪里去了？要不束之高阁，要不丢垃圾桶去了。我们都得清楚因缘啊。我们看到范仲淹先生，他是官员啊，他每一天。 睡前他要想啊，我今天所做对不对得起国家的俸禄啊？对不起呀、啊，啊，不敢睡了，隔天起个大早啊，赶紧多干一点呢、啊哦。这个是他们面对国家人民的信任。 提起的态度啊，那我们接受十方供养，这里面有多少是老公公、老婆婆啊积攒的钱呢？啊，啊，承德这这样的体会啊，啊，打从一开始。 到现在十几年，太多这样的场景了。啊，那个钱都是做的了，五角的、一块的，最重要、啊、那个、都是真心啊，我自己假如没有用真心啊，还不起他的这一份情啊。人世间呢、哦，三种不能欠哦。 情债不能欠了，钱债也不能欠了，命债更不能欠了。好，我们之所以会一直轮回啊，就是这些债务啊，昼业而来了。好，所以。 前几个月啊，因为教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啊，里面提到说，有一对父子啊，供养一个出家人，结果这个出家人呢，没有成道，没有了脱生死，结果就变成了这一对父子门前的草菇啊。 好，而且这个草菇呢，别人来采它还不长，啊，要那个父子来采啊，它才长。我看完之后啊，这个背后发发冷了。哦，那因为我们办班呢、啊，大饭店、啊、很支持啊，哦，所以呢，我看完这个故事啊，哦，就跟他们联系了。哎呀，董事长啊！ 我很怕做你们家前面的草菇啊，啊 <laughs>，哦，所以这个我每个月跟你们交流一下，啊，群书之要，<laughs> 哦，所以我们出家人去受供啊，有一个规矩啊，只要受供完了，一定要讲话，不然会消化不良，<laughs> 哦，一一定要谈谈佛法，要供供养斋主啊。 不然会消化不良啊！这这当然，这个规矩是很有道理的。哦，好、哦，那所以，我们汉学院呢，也要清楚啊，多我们一家不多少我们一家不少啊。我们办的意义在哪？哦，包含现在。 全球在办一条龙，啊，有体制内的因缘，有体制外的因缘，所处的因缘状况都不一样，啊，那体制内、体制外不能比呀、啊，它的条件状态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力，尽力是圆满功德。 所以两文钱是满善，几千两是半善，《了凡四训》已经告诉我们了。哦，只要我们有尽到全力了，哦，就像夏老这一段话：“举世不知我独知之,之事件。” 时有举世不为我独为之志气，有举世不为我独为之志气，才能有人所不到我独到之境界啊！有人所不到我独到之境界，才有顿视不见知而不悔的胸襟啊！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 百年树人呢、啊，不是立竿见影可以看到效果的。可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我还是很坚定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啊甚至于我们处在末法时期、啊，根钝业重。 大家不是从小学的，根钝了，业业力也重了、啊哦。这个也是夏老的法语了，外魔内脏，外在的诱惑啊、哦，外魔，这些魔考啊，啊内脏，内在的烦恼障。 无人不惧，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退多进少啊，邪多正少啊，外在邪的东西多啊，所以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退意竟然，要退容易，要进步啊，真是逆水行舟啊，不容易啊。但我们的心态啊，是落多无苦啊，忍从何来啊？好、哦，没有自己的外魔内障的考验呢、啊。 我们的忍辱怎么修啊？啊，借彼磨脑，坚我愿力呀、啊！啊，借他的考验呢、啊，我越挫越勇，百折不挠啊！所以只要降猛，不怕贼强啊！啊，只要降猛了、啊，再多的境界不怕。 因为说实实在在话，再大的境界，我们想起来好像是天快塌下来了。你真正细细去思考，就是个念头而已啊，是我们把它想严重了、啊，甚至于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冷静感受感受。 我们在那里觉得过不去的问题，首先从我们信心有动了啊，所以愚痴的核心啊是怀疑，一有怀疑，信心动了，信心动了，我们就会烦有烦恼了，因为我们一愚痴，烦恼就来了。 所以《金刚经》说“信心清净，极深实相啊”啊，很有道理哦。啊，嗔恚心的核心是傲慢、啊。所以老法师这句法语啊，把贪嗔痴的核心都点出来了。啊，所以贪心的核心是情志。 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对人不要控制，不要占有，不要对立了。讨厌是情子哦，哎，喜欢是情执，你会有求不得苦。讨厌也是情子哦，所以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 都是情在起作用了。哦，那个人对你不好，哎呀，我很想往生了、啊。突然那个人不恼你了，又有人，哇，请你吃这个喝那个了，你就不想往生了、啊，你就开始看了、啊、哦，哪一家咖啡 shop 哦、呃。<laughs> oh. 啊，哪一家这个啊，可以去享受享受啊。好，当然哈，啊，刚好真的朋友请你喝咖啡了，啊，那还是要去享受啊，不要执着就好了。啊，但是喝的时候呢。 哎，要结法缘啊、哦，也要对得起朋友，啊这一份情嘛，啊、嗯哦，所以这个夏老啊也勉励我们了、啊，借笔磨脑啊，兼我愿力了，一切法，哎，得成于忍。 那刚刚跟大家说、啊，烦恼都跟信心有关，而我们看六祖大师呢，对五祖很有信心，他跟六五祖说：“我来求做佛。”哎，你看五祖说：“你这个隔了，就是南方。” 比较没有受教育的，你怎么做佛啊？哎，六祖大师说：“佛性哪分南北啊？哎、欸，首先他相信自己哦。再来，五祖马上说：“安排，去舂米去，去砍柴去。”哎，六祖没有怀疑哦，就去做咯、哦。 他相信老师哦，哎，我们从这个很多故事里面呢，能够体会到这个故事主人翁他们的心境，哎，也是我们的学处哦。好，那我们要办一条龙啊，那我们就要。 半跟世间呢不相同的一条龙啊，一条龙呢，其实强调的就是不能间断。百年树人呢，啊，你教了五年了，哇，间断了，大打折扣了。好、啊，我们看《礼记学记》。 一年离经变质，三年敬业要取。啊，啊，五年，啊，博博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啊，九年强力而不反，但是那个是入。 太学呢？哦，不是说哦，他四岁进来了啊，九年十三岁的就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所以培养学生的时间不能太短的。啊、哦，所以弘明啊，我们老和尚有说了啊，一条龙学校，一条龙是搞团结。 团结能成事、啊。团结首先团结在建和同结啊！这个清朝皇帝有智慧哦，他没有说听我的，他把三教圣人请到宫廷里啊，中央级的官员都来听课，啊不是听我的。 听儒释道三教圣人的，大家服气了啊！所以见和同解，哎，我们是一经典，啊，然后不是分散啊，这个时代不容易啊，力量更要集中啊，那弘明办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啊，我们前面有人先走了，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宝贵的资粮了，啊，我们少走弯路了，啊，照他那个模式，我们这边呢要让他协助，啊，要让他帮助我们这边。 他那些老师啊，我们要把他邀请来上课，两面兼顾到，两面是一体。啊，那当然这一段，啊，实际啊，他们的老师有没有空过来？这个我们的实际情况，实际对待。啊，但老人家这个意识啊。 就是我们能承接他们的经验，我们就很多摸索、啊、的路啊，就可以跨过去了。好、哦，而且说实在的，是非经过不知难没有经历过啊，很难体会到这些个中的关键。啊、哦，闽南话说的咩咩嘎，唔怎样？ 不了解，啊啊！但是陈德啊，也曾经跟胡总啊一起啊去红明参学啊，跟我们张校长啊几位干部啊也有一些啊取经哈，他们确实啊很慈悲啊，也是一心啊。 成就我们啊，把经验呢都是和盘托出啊，愿意告诉我们。好，而且台湾的环境啊，在办教育上呢，其实比其他地方啊宽松的多啊。比方说，台湾有在家自学呀，这个在很多地方就没有了。哦，而且台湾很注重。 学校啊，你办学的特色啊，你可以办出啊你这个学校的特点啊，都都有它的弹性在的啊，我们都可以啊顺势而为。好，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太理想化。 啊，一理想化了，又变成一个执着点了。哎，现在啊，比方说我们在体制内办学校里面，能不能谈宗教呢？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了。啊，哎，有多少空间可以去发挥？但是毕竟啊，也不能啊，不符合。 规定啊，因为不犯国制啊，这个也是啊，在戒律里面呢教导我们的。好，那承德自己的感受了啊。老法师一生呢，他。 深入的经典，首先是《华严经》，他很欢喜《华严经》，他老人家也讲了几十年。后来呢，啊，被文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哦，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每次谈到这里就笑得很开心。哦，这。 净空法师 <laughs> 就是被十大阎王导归极乐世界的。其实啊，大家要会去体会哦，黄念老这个话是慈悲哦。在深入经藏当中啊，几个人能超过老和尚啊？而老和尚这个表法、啊。 那整个佛教界看了会受启发、啊，<laughs> 哦，所以黄老举这些例子，都有要给大众建立信心的用意在啊。哦，我们不能只是当故事听啊。他们都一起配合演戏，也演得很精彩啊。哦，我们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了。 那老人家是专攻华华严哦，好，那《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跟老法师，我们得学的像。我们现在遇到很多问题，两难。 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在处理家庭问题跟工作问题，一定都会出现两难。可是两难不就事事有爱了吗？事事无爱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比方啊，也有同修跟陈德探讨了。 哎，这个传统文化是不是不能辞退员工？我说没有这一条啊。好，传统文化佛法啊，用一个字就是爱。哦，那佛家怕我们误会了，用慈悲。 大乘佛法慈悲为本呐、啊。我们看了《凡世训》分析的啊，吕文义公出辞相位，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你看，宰相退休了，告老还乡，结果有一个人挡住路了，结果宰相不跟他计较。 结果隔年，这个人判死刑了。文义公说：“哎呀，我做错了啊！我假如当时候，因为他连退休宰相的车架都敢挡，你看他的心态到什么程度了？我没有考虑到他那个状况，只是想着啊、哎，算了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了。结果他，嗯。” 宰相我都不怕了，那他当然会干出判死刑的事了。我、哦、说《所以了凡四训》啊，我们多读诵啊，那个理就会贯通了、啊。哦，就像善恶一开始，中风禅师面对一群读书人，打人骂人是恶，礼敬人赞叹人是善。 中风云未必然也、啊，打他骂他，把他打醒了，是善的、啊；礼敬他、恭维他有目的，那是恶啊！啊，所以今天啊，这个员工啊，你已经尽力教导他了。 他还是一样随顺自己的习气，那他不是在那里折福报吗？啊，甚至于他还影响别人。那他假如在十方供养的道场，那他造的业有多大？你留着他继续作业造业，慈悲吗？你尽力教导他了，哎，我们表出仁至义尽了。 可是他自己不改变，我们要了解，帮一个人呢，除非他愿意改，不然你要帮他很难。我们只是学生的真上缘，他愿不愿意改是他决定的。而尤其假如我们面对的是学生，关键的在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的观念认知不对，你再怎么施力，有时候他更觉得教育孩子就是老师的责任。当他的观念没有导正过来的时候，孩子能教好吗？配合不起来了。 哎，怎样才能让这个员工警醒呢？怎样才能让这个家长警醒呢？这才是重点啊！所以，一个家不能没有家规啊，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团体，你说我们都学佛了，不要赏罚了。 那得我们都是诸上善的人，不用赏罚啦。没有赏罚，大家都不长记性了。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然后团体更没信心。那这个犯错的人不是造更重的业吗？所以我们都不能只一个角度而已哦，得方方面面的、啊。最重要的，我有没有执着？ 我执着了，我不自爱了。我有没有让对方随顺习气了？我让对方随顺习气了，那我的慈悲就多祸害了，方便就出下流了。哇，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了、啊，这个心念没有考虑好，那差别很大哦。哦，所以我跟这个。 企业主讲了：“你已经尽到你的力量教他，他不受教，你可以把他辞退。好、哦，而且你告诉他，啊，哪一些方面你自己要用功，自己要提升。你真的下决心要改了，啊，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门随时欢迎你再来。” 仁之义尽了，可是不是感情用事啊？好，所以辞退以前是表法，辞退以后也是表法，都可以自利利他。所以很多两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烦。有时候我们一不烦呢、啊，很多理呀、啊、慢慢贯通了。 很多事啊，就懂得处理，圆融，事事无碍。我们看到很多大臣呢、啊，他们在处理啊，一个犯错的家族，哎，把他流放很远，那一个家族啊，一辈子都念着，好像是管仲啊、晏子啊，他们这种，因为他都是公心呢、啊。 他的处理，人家不得不服啊！哦，所以我们也是立事练性啊，处理事也是在立事练性。好，而且哦，一切皆考验哦，看而怎么办？对镜若不是。 我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境界，我们看不懂他要考我们什么啊？需再从头练。我们在轮回当中也有一个习气哦，啊，不愿意面对挑战，啊，觉得哎，换一个领导，问题就解决了。啊、哦，有的还换一个对象。 就解决了，都是把责任呢推到境界上去了。但是，只要我们那个心态没有真正突破，虽然人不同了，事不同了，考的是同一个问题。哎，考我们不能退缩，考我们不能感情用事。 考我们要有恒心，考我们要勇于承担，哦，考我们人不知而不愠，啊，菩提道上啊，啊，用《西游记》的说法，九九八十一关呢、啊，关关难过。 关关过啊！啊，我们早一天练成金刚不坏身啊！小时候看成龙演的《金钟罩铁布衫》，哈，怎么打都不痛，怎么考都考不倒，这样就自在了。 哦，我们自己要练成考不倒的功夫，然后再把这个考不倒的功夫啊，教给学生。我们以后的孩子比我们面对的环境还复杂呢。他们现在面对的都是什么？两三岁就开始刷 iPad。 iPhone 了呢，两三岁就归魔王管了，不简单了。那一天有一个大众说，一个爸爸三岁送给他的孩子手机，然后这个孩子呢，除了吃饭跟睡觉，手机从来没有离开他了。 然后后来没办法了，五岁了，就抢他的手机了，对他妈妈拳打脚踢呀、啊，然后哭啊，哭了一个多小时，太累了，睡着了，醒了继续哭啊，就一定要把手机还给我，所以有一个课啊，特别重要，家长课、啊。 家长的观念，假如没有提升呢、啊？老师再怎么出力，有限呢、啊？我们要了解、啊、老法师那一段法语太重要了。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延伸，社会教育是发展，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全部都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可是家长真的认知到这一点了吗？那这个就要透过我们学校的领导、老师啊，来护念这些家长啊，甚至于佛门说“随缘不攀缘”。 我们现在不是要收的学生多，我们是要培养成哦，这个很重要哦。而且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哦，培养孩子一个老师能够全身心照顾啊，照顾个十五个就挺累的啦。哦，承德自己觉得。 要照顾五个、啊、都不容易的，<laughs> 哎、所以我们汉学院招生呢、啊、很严格哦，挑学生哦。为什么？我们时间精力有限呢、啊？你在招招进来的学生根本跟你不相应，还影响其他的同学，那你能怪他吗？ 是你录取的、啊，你不能怪别人啊！那是我们在姻缘当中取舍没有考虑周到啊！而且现在是培养子弟兵重要啊，现在是把榜样竖起来重要啊，不在多啊，竖起来了，我们有经验了，竖起来了，人家信心不动了。 发展呢、啊，要道法自然。人大不是自己把它变大的，是因缘很自然发展，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变大的。现在为什么因缘很难？我们没有循序渐进，没有这个一步一脚印。 啊！一下子想要大，结果大了以后，人事挑战特别大了。所以下联居老居是说：“神锯木断，言低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好，好，那跟大家谈这一些、啊。 其实也都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啊！昨天才跟大家说，教育不能操作、啊，不能硬操作啊！无为而为者真啊，有为而为者假。啊，所以承德也是。 啊，经历过、啊、很多自己不成熟的、啊、这些考虑啊，也希望啊，啊以这些经验呢，呃、供养给大家啊，然后也相信啊，啊我们现在做一条龙啊，佛菩萨祖先承担了、啊。啊，一定会成的。 因为墨法还有九千年，一定会复兴起来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把心用对。啊，我们也不要想的太复杂，啊，因为老人家把这一篇啊，老人家啊，给我们开示完这个一条龙的重要性啊，啊，结果承德。 个性就比较激动，就跟老和尚说：“弟子愿意承担。”啊，结果老人家看着承德说了：“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了。”我这一句法语啊。 啊，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啊。第一呢，突然觉得肩膀不是很重哦，所以这个法很厉害哦，啊、哦，就好像药啊、哦，药一吃药到病除哦，啊、哦，第一个肩膀没那么重了、啊，第二啊，不复杂了。我自己最终要考虑什么？我每个念头有没有用对？ 我给每个念头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不相应？只要我每个念头都对了，我所负责的每件事都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的。哇，突然觉得师傅这句话也让自己觉得简单起来了，不复杂了。 啊，修行人要越修越简单了，啊，简单到一句阿弥陀佛，啊，简单到要管好自己这颗心就对了。好，好，好，抱歉了、啊，今天时间又超过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